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附近，需尽快结束战斗。像只老鼠一样逃到这一步，竟然还敢口出狂言，真是笑话！看来你还嫌自己不够狼狈呀！ 来吧！束手就擒！
干！这就是魔族的力量吗？全身凌乱，前所未有的澎湃。本尊需时间催动沙尘，将其一举剿灭。而人拖住天魔，神魔是重塑阵法，我们拖住天魔女。好，众位长老，全体维持接近。哼。我们并肩突围。雷灵中而生，能克制本山神，但本山神修为远超你，断不可能输给你。林仙寿前辈，那一位明术门与你一切过错，请前辈息怒。明术在此，纠缠不休，莫怪本山神无情。师姐小心，蓄势待发，必有意图。皇上，无极般本领，金凤放子称神，青灵气，你是神族？见你元气大，也敢在本山人面前放肆？教训你们！为什么突然凶心发作了？
见了伤口。不好，明华解药药效快过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会完蛋的。禽兽，岂可被辱为凶兽？能苟且存活，不如就此湮灭。不归于尽。师姐，使用召神咒。好。抡起剑神。醒了吗？他怎么还在攻击我们？于是意识有片刻清醒，需从速将其铲除，以免危及苍生。可他刚刚还……入门弟子月清书，携风御领迎战。主人，你放心，会帮你治疗的。上吧，神不燃。太大了，速度又快，根本找不到机会用花粉啊！谢谢他击倒，补上。嗨，我血雨惊雷。是好人心的。
快快伏法。速速伏法！子烈，你让他带走小叔的，让。
身体。清醒过来。好的。好。我再找个机会，你帮我拖住莫大哥。予以等候四载，汝心志可已决。这次，我绝不会逃避了。前燕的毒草药效果，若是用剧毒攻击，或许魏叔就不能恢复体力了。若敢攻击毒草，我们竟上毒了。药性很强，若是用剧毒攻击，或许魏叔就不能恢复体力了。试试看攻击毒草，你们先上毒吧。上善若水，时而有之，不如其己。毒药，药之毒，药毒之毒，存于人心。犬守责任重大，需德勇兼备，心性至诚。
姑娘，大叔脾气够暴的，要不我们先撤。哎，你们几个别走啊，要不先把族长打一下吧，谁赢了我跟谁啊。看来若不打败汝等，盛言是不会放弃的。你们别说啊，熊孩子是不嫌事情闹得大呀、啊。请前辈赐教。再次潜入魔界，闯岩波禁地，胆子不小。等等，我们无意为敌。魔尊大人，我们是来调查九泉动荡的事，此事也关乎岩波泉。你们是如何溜进来的？一旦出了问题，魔界肯定得跟着倒霉。你也不想魔界出乱子吧？危险！不行，他太强。桑游，支撑不住，我立刻带他回毒帐。至少我必须留在你身边。
来吧。兽族退败九幽后，彼此依然是英雄。曾听闻有些野蛮强悍的兽族，逼迫弱小的同族以身殉剑，妄图打造九幽至尊兵器。熔炉中被献祭的兽族，其意志与剑劈相融，剑气未成，却诞生了半剑半兽的怪物，并无意识，被战胜与剑气之间，不分种族的肆意攻击。兽族虽感懊悔，但错已铸成，无力反抗，只能将他们尽数封锁在山中。其中几次三番想出力，兽族为镇压，将其余力全部抽干，并化为石像。看来那两座雕像便是这怪物。眼下他们感应到来自外界的气息而蠢蠢欲动，若将其吸进了周遭兵器的全部灵力，恐无一对。活了，你小心，我们来帮你。来吧。飞翼天魂，太阳妖魔。天魂，走！
师弟。抱歉，是我欲强行查阅凶兽记录，没想到触发了不明禁制。没关系，先应付眼前。小心，他们是全双位数。进。
我们先拖住他。阿尤，你找金用花粉。还想翻石头？武林印象诀。无法参与战斗，小晴，不可大意。变得如此强大，师姐小心，此战功力都是同时练成三种。春元化清剑。师妹，竟还要受金人利用。师姐，打倒孟章，才能解放凶手的元神。Yeah!
之子，贻笑大方。老徐身为天意神官，训斯王府。必会被神界惩治。本尊所做一切皆为正义，为的是你们。孟章，你众叛亲离，放弃王位毫无意义。就请。就凭你们！凶兽，你未抵挡，终究不是对策。你们不用管我，速去将凶兽取出。好。先锋速断，不然伤不了他。传声，春元化青剑。
下我为你们备好的大礼吧。只是启动阵法之道具，先神庭大阵已启动，你们无论如何挣扎都是徒劳一场。即使无法阻止阵法，至少要阻止你的下一步，我还要把小舅救回来。哼，狂妄。敖旭进行治疗，
若不先打败他们，我前功尽弃。孙兄弟，加把手。至高无上，但你现在又在做什么？哼，我凭着次品来评判。快避开，去中央平台。本尊的力量不止于此。视为正神，却依然囿于樊笼，着实可怜。汝等低劣之辈，如今也只能逞片刻口舌之力了。蝼蚁卑贱，才妄想平等。本尊乃伏羲天地以自身灵力所塑，只需本尊奉献此身伏羲之力，即可继承。请将自己作为阵眼。我的本源相通，此结界需我破解。
阻碍本尊计划之完成。就为了见人族，一同葬身春姿吧！妖物，不可姑息。
妖魔化妖，不可姑息。